帮我拿着一下这个。可以啊。妈。走吧，晴姐。嗯。我不要拿着，我又太沉了。好吧。嗯，那个你帮我拿这个吗？哦，好吧，这个轻。爷爷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有没有蔬菜呀、啊？有蔬菜啊。我们要。可甜了。我那就是说那种生蔬菜。就是说，看看有没有啊。先放回这里。先拿南瓜。这就南瓜，这吧，这有，这就是。有黄色的吗？这也可以了，这可以吃，挺甜的。好。来一个吧。我不需要这些。来一个，这好一点。这个。那谢谢你啊。哎，好嘞。再见，爷爷。爷爷在家里好。爷爷你在家里。哎，再见，我喜欢你。哎呀，你在家里好好啊。哎，有出息。爸爸，是不是大猪？是不是猪在睡懒觉啊？对，猪在跟你说话呢，说哦，欢迎王树林小朋友来我的家。他不是在说话，他是在睡觉。我没有睡觉。那爸爸打呼，他的声音跟爸爸打呼噜声音有区别吗？爸爸打呼噜是怎么打的？什么声音？我不知道。是你先，爸爸，你先示范一下怎么打呼噜的。对，就是这么打呼噜。爸爸，就是爸爸像猪一样这么打呼噜的。没得聊了。慢点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好。春妮，坐好了。来了。啊！救命呀！我们还回家吗？看这有只羊，对不对？小心啊，不要摸啊，看。右边就是猪，还有一只羊，对。哪个是公鸡？哇，这里太棒了。哥哥。哇，这是哥。哇，怎么这么多只羊？对。他想回家了啦，他进不去。那边来，进来。对。这个是他的妈妈，对，他的妈妈，他的妈妈好朋友。我太努力了。没事，他好了，好吧，好。那去我家玩吧。我要带他去我家。带谁？带妹妹去我家。我们晚上再过来好不好？那晚上再过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睡完觉以后吧。好。到超市里我们上厕所好不好？好吧。又坏了。哎呀。做一个袋子。啊？你想吃什么呀？哪儿的嘛？那就王明星啊。小明星吧。吃虾吧，他们买肉，咱们吃虾。哎，虾有怎么卖的？你给我来15块钱的。这，王思林，别乱跑，在这等爸爸。他说我们是大明星。
这个呢？这个多少钱？我这已经没钱了，这零钱都还在交。家在哪里住呀？那边就是我的家。我不是大明星，我是小公主。小公主。好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小公主 ，Let's go， 小公主。堵住了。我给大家拿过来啊！我给大家拿过来。我这个什么情况？我这个。过来，给你做一道，这是给你专门做的。哎，来。哎呀，怎么样？面疙瘩，来下来。爸爸。嗯，谢谢谢谢，来你尝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嗯，哎，好吃吗？嗯，那你发自内心的给爸爸一个什么评价？说。真的辣了。太辣了，太辣了吧？走吧，跟爸爸一起把这个菜都端过去，好不好？行，端哪去啊？端，我好这个菜是大家一起分享，然后你呢就是主要不要吃这个菜，你去吃那个张亮做的那个菜。哎呦怎么了？爸爸在这儿。爸爸在这儿是吧？好，行。你要吃爸爸菜啊？好，行。